禁區入邊咁多球員，好難喺咁嘅情況之下入到波嘅。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個波嚟到迪比亞路嘅腳下，有機會入波，搞掂。睇落咁容易嘅，對方連凳尾都望唔到啊！個角度一流啊，龍門連波皮都揩唔到。唉，冇得怪龍門噶啦，個波射到咁盡，撞門柱而入。車路士領先兩球，我要鬆啖氣啦。領先1-0，你可以話冇乜優勢啦。不過嚟到2-0啦噃，咁就好穩陣。路易斯有冇人幫山啊？咁都唔使失，真係有運啊嚇！高魯夫話齋，防守由前鋒做起嘛，一搶到波咪射得咯。艾維斯、馬迪、基斯文，個波而家喺沙拿度。哎，而家可以反擊啦！直接長傳，兩隊要爭啲球波啦。今次啊，輸俾後防球員啦。不過佢唔使幾耐咧，相信就會再嚟過啦。迪比亞路一下橫傳，跳起一頂，方向唔啱啊！車路士。今次好彩啊，俾人咁樣橫傳咧都唔使失波啊！下次再俾人咁帶法咧，恐怕都係空多吉少。後防做得好啊！如果喺呢度唔搶翻個波嘅話咧，都幾麻煩。莫迪力、基斯文。我谂佢拖得太慢啊，搞到对手都好嚟到半场休息啦。喂，睇完上半场觉得点啊？哇，连续入两球啊，对对手嚟讲梗系好大嘅打击啦。不过揾到人哋嘅弱点就梗系要尽用噶啦。车路士半场领先2-0，下半场开波。呢個直線靚啊！好，傳到俾個目標，射佢，救得好，反應快到咧，成功解圍。基亞連尼，沙拿，馬迪，斯朗拿度。斯朗拿度，好機會啊！完全阻唔到佢哋啊！領先3球啦，點睇都冇得追啊！朗拿度呢一次贏咗守門員啦！呢個波好似入梗咁嘅嚇，佢完全好似知道咧龍門會點喐嘅。車路士遙遙領先3球，艾維斯，艾維斯。艾维斯呢脚直线一下劏穿晒，基斯文射佢啦！呢个失误真系严重啊！哇，喺龙门口呢个波都唔入，我系咪眼花啊？韦拿杜姆试下扼埋佢啦，莫迪力。呢腳比得唔錯啊！基斯文冇法子控住啲球波，意識唔錯啊！拉舒福特，拉舒福特整腳直線，
基斯文突破咗越位啊！今次得唔得啊？哇，咁都得啊！啊，走位啊，靓啦，最后一步啊，竟然唔入。拉舒福特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有空位俾佢啦，有机会射啊！一个人犯错是难免的，其实现在有几多少球员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在中路这样突入起埋脚啊，抵赞啊！路易斯，路易斯找紧目标。路易斯，咦，控得几靓喎！马昆奴斯试下向前传啊，沙拿高速推进，呢个突破靓啊，仲未完添，沙拿个波向前传，传入去。戴维斯，咁边线嘅长传，佢越咗位啦。越位呢啲嘢咧，即系唔好话业余啦，专业都未必睇得出。換人了，咦，兩隊都換了，基斯文繼續壓住，踢了出來了，他就不會那麼容易認輸的，看看他一陣會不會再試多次。個波現在在保羅大巴拿度，普巴朗拿度為腳直線過到人了，准备要射啦！咁大个龙门任拣，你竟然弹 Q？ 系我个同行话斋，超级大傻仔啊！我谂系讲佢啦。向侧翼传波，大力摸头咯，出界啦！莫迪力分去右翼度，沙拿望下个禁区，沙拿继续突破，揾紧传波嘅机会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咧？嗱，无论系入定唔入啊，我谂球迷咧都好中意睇到球员咁样去突破个防线嘅。呢个尝试都唔错，不过实在太多人。埋门。哇，救得好啊，救得好啊，呢下扑救唔简单啊。喂，餐屎啊。哇，咁都得啊。韦拿杜姆大波推进，韦拿杜姆一个靓波，个波飞咗出嚟，边个会追到先？有机会埋门嗰下啦，新尼射入呢球靓啊！距离拉翻近些少，个角度刁转成咁，边有可能救到啫？哇！呢球如果你俾两个龙门啊，都未必能够救得到啊，何况得一个？到底呢一队仲有冇机会反败为胜呢？哇！呢啲就叫 power 啦！完场嘅鸡声响起啦，车路士赢咗呢场波，球队所有人都有功劳嘅，名副其实系团队合作嘅成果。
Keyman， 头先场波咧，你点睇啊？车路士嘅实力咧，好明显啊 ，show 晒出嚟噶啦，由头到尾啊，都控制住场比赛。比赛结束，我哋嘅节目时间咧，亦都差唔多啦噃，咪要多谢 Keyman 啦，陪足我哋睇晒成场波，各位晚安啦。